该用谁的快乐和几许里瞬间的月色，要怎么抉择才可以让心事都不累的，但被弃了的选择有天也会后悔的。现在的你想要的，你想要的，你想要的是复活的漫无的黄昏，辗转反侧，像迷恋不动声色，热情到只剩半颗心，烧掉了自己的真谛，空格也许是一种华丽，那梦寐以求的偏偏总是求之不得，要么是炙手可热，要么是变成悲欢离合，人都会变得靠近感到是不人不归的，经历了起承转合，放肆说过的口若悬河。现在的你想要的，你想要的，你想要的是复活的漫无的黄昏，辗转反侧，像命运的不动声色，热情到只剩半颗心，烧掉了自己的真谛，空格也许是一种华丽。